才跟我开始录嘞。没有。啊，不然那个红色点点是怎样？不要骗了，不要骗。你对于秋金有什么看法？觉得秋金又长得很漂亮。那你呢，快龙？对啊，对。请问你对文秋鸡排球鸡有什么看法？很棒，很正，很美。真的？对。还有什么要对球员说的话吗？大家加油，可以的，你们冠军。那你有什么要对球员说的话吗？加油。啊，对不到焦。你呢？加油，冠军就是你们。对于文秋鸡排球星有什么看法吗？学姐，快点！好可怕！学姐别跑！学姐怕到了。那你有什么要对球员讲的话吗？大家加油，大家很棒。那你对文秋鸡排球星有什么看法吗？没有。那你有什么要对球员讲的话？高全智加油！你闭嘴！那就由我们的球金长，最美球金长，总结一句话。大家加油！讲过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这是两点，那个。